Hello， 我是小芳。今天呢，展鹏呢把我们这辆拖挂房车已经拖到我们楼底了，然后现在停在这个停车位上面。然后我是从老家今天刚刚过来的，还没有进去看，所以呢，我是要保持这种新鲜感来参观一下这个新的房车。好，近距离去看一下，走一下，哇，好规整啊！这个空间好大耶，子涵，你感觉大不大？子涵，把窗户全部打开。全部打开，对对对。哇，还不错。跟我们那个窗户一样的。空间大多了，感觉它这种风格就是那种简单的，然后很宽敞的。不知道我这个手机拍出来。会不会这样的效果？我感觉这个手机拍出来有点显得太白了，然后它的那个色调呢没有拍出来。好，你觉得呢？哇，这个桌子好大呀，这个桌子真的是超级大哎。这里有多少呀？多少乘多少？这里起码有一米多，然后这里那个2-3米好大哟，在你拍的视频里面看不出来。对，这桌子巨大，这个桌子这下面可以变一个床的。对，这么大这蚊子。这个是80的。80，可能1.2米呀，80乘以1米。1米。真的好大。这是个洗手池里面，还蛮好的。这个微波炉，电磁炉吗？电磁炉。跟我在视频里面看的不一样啊。在洗手间，洗手间也很大哦。它这里也是挂钩，我要担心这里没有哦。我发现这里有块镜子，这个做船身的真的很好耶。嗯，难道不可以走啊？子涵，你能不能先下来？你的脚都是个脏的，黑的。哦，它这个床是这边有点倾斜的，我以为是那种四方四正的。这里是储物柜是吧？对。爸爸。哦，里面好大的空间啊。电视机放不了。下来子涵，你的脚都是黑的。之前他们有一款是这里是有抽拉的，这里没有啊。他这个坐在外面了。这里还有个这个东西。这里是个衣柜，哇，衣柜也蛮大。这里有个这个东西。嗯。这个是。这气。它这个吊柜，你说。它的冰箱。五个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哦，五个，一个小的，四个大的。啊、哦。就是好高啊！我感觉这个空间好高。对。是不是比我们那个还高？感觉是高一点，因为我们那个是抬脚的，就是这个下面高一点。嗯，哇，所以就感觉没有这么大的空间。它跟拖挂房车。哦，是的，我们那对面也有辆很长的那个拖挂。那个是没住人的，停好久了。哦，这里我看一下，它是给洗衣机。洗衣机。哇，这里还有个钩子。嗯，哇，洗衣机，你来看一下，这里可以，应该三个人的衣服应该可以啊、哦。以后主要就是洗小孩子的衣服就可以了。妈妈，人正常的东西，这里。然后呢，这些东西都是重新装的。这个是一个太阳能的转化器，这个是一个显示电量的一个东西，现在是100%的电。哦，这个电视机好大呀，你看呢？电视可以180度旋转的。哦，它这个是小米的耶，小米的。这个电视机可以转的。哦。床上也可以看，坐在这里也可以看。嗯，然后可以这样转。对，还可以转。还可以转，但是那里挡着。不用，不是，哦、你拉出来。哦，拉出来。拉出来。哦。然后再转。再转，转往转转车上，转转床上。这个电视机都够你玩了。是啊。爸爸，我好想看这个
的呀？啊？电视还没装。你要看电视吗？电视，这个电视不能看，看不了。冰箱也超级大耶，比泳室里看那个大多了。我就说，哎，这怎么？这黑色的，这边。啊？这里。哦，这里。对。这里是冷藏的哦。嗯。哦，这里好大呀，真的。嗯。你视频里面感觉所有的东西都没有这么大，现实生活中看起来感觉好大。嗯。它这里那个小射灯，我看看这个灯光效果。白天不明显，晚上还是很亮的，还可以吧。哦，这个是暖色调，但是你为什么拍出来都是个冷的嘞？白的吗？白的呢？这个手机拍的，手机拍的那个效果，哎，拍不出来。但是这个拍的，这个感觉很好，我喜欢。我还担心你买的是个日光灯。不是。这里还有其他的那个灯吗？哦，全部打开了吗？这里还有灯。哦，是暖光，全部。这里有灯。这里是吧？中间开关灯中间。哦，还有那个，拍那个天窗上面有个灯。这里吗？这里一个白色的啊，那个圆圆的，对。哦，哇，晚上很亮的，哦，好好看哦。这个桌子真的是超级超级大，你看这么大，它画都够了，这么大桌子，是吧？哎，这个纱窗，这个窗户也很大，很敞开。嗯，好像一个家。现在这个满意吧？满意，很满意。然后这个，但是不是真正家？不是真正的家，这就是家呀。但是个车子啊。它是个车子啊，像个家，但是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，是吧？对。嗯，你还分得很清哈。它这个上面是什么呢？好像没有贴什么墙纸之类的。舒服吧？啊，而且它这个那个材质啊，感觉很结实。嗯。嗯，这个是那个接 USB 的接口，这里还有个亮灯的。嗯。就晚上找不到啊，你可以看一下。嗯，看到这个吧。这个是一个鞋柜啊。嗯。啊，其实这个放鞋还挺方便的，这样。嗯。它的进深也不是特别长，等一下啊，这里能这么大都可以满足十来双都没问题。嗯嗯，这样不用担心，就是说这个鞋子没处放。这个是干嘛的？这个是一个，就是你把它拔掉看嘛，把拔掉之后装间洗碗液也好，洗手液也好，哦，就可以。就是按压式的。对，按出来。嗯，挺好的。就不要说我买杯洗碗液还摆到上面，就显得没那么整洁嘛。嗯，对，我们今天呢就是开了我们那个前车，把我们在这边读书生活要用的一些东西全部搬到那个车上带过来了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是把东西该搬到这边的该就搬到这边来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就是小孩子在这边读幼儿园，还是之前的那个幼儿园哦。今天是星期五，然后两天放假之后要给他开始报名。我们是推迟了两个星期，给小孩子上幼儿园，因为买这个车的原因嘛，我们就晚了两个星期。我们也跟那个老师打了一下招呼的。我负责藏，你负责来找我。把这个打开吧，这个我都够不到。嗯，好高啊。这个吗？嗯。它自动上去了，哦，要把它打开。